来关心一下东方眼的消息。最近崔永元的东方眼是大牌嘉宾是接二连三的到来，昨天呢是女神高圆圆来了，今天啊哇地产大鳄这个潘石屹又来了。之前也关注他的这个微博啊，这个潘总呢比较擅长的是平板支撑，而且这个记录是非常的高，所以上次来谈生意，这一次潘总啊要教教我们怎么健身，来看看他跟谁 PK 呢。第二次来到东方眼做客，潘石屹简直没把自己当外人，还没开路就在后台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小心比起了俯卧撑。你这个鼻尖啊要放在这里吧，他就算一个。潘总盛情难却，小心也不好推辞，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逼我行不行？失败了。来，记得打马赛克哈。小新被潘石屹彻底玩坏之后，屈辱的一幕这才开始呢。43秒钟，53秒钟50个。所以说吧，牛皮不是吹出来的，身材都是练出来的。锻炼多少次？什么意思？鄙人今年27岁。潘总呢？52岁。再乘50个，我现在一天做500个。俯卧撑比赛胜利而归，上了节目，潘石屹继续和小崔斗智斗勇。不过今天咱们不谈工作。崔老师，新学期开学了，可是我喜欢的女生转学了，我现在不想上课了，怎么办？您当年怎么处理的这样的事情？当年也想不明白，现在当50多岁回过头来看的话，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好的女孩子还很多。潘石屹究竟有多萌？还请关注东方眼。我在领带好有点问题，他是不是要提调整一下？现在好了吗？这又不是相亲局是吧？差不多行了。好，娱乐新天地北京独家采访报道。